说起我国乐坛风云人物，当然要提名刘欢。他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演唱的一首《我和你》依然让人记忆犹新。近几年来又一直参加中国新歌声，使得这位乐坛巨匠的才华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认可。年轻时候的刘欢也是一个胖得嘟的小鲜肉，五官非常端正，虽然他外形肥胖，但是作为一位音乐才子依然有非常强大的魅力，连湖南台主持人卢璐都被吸引过去。